Hello，大家好，这里是留白电脑，我是装机大手留白。刚才呢，大家在片头看到的这台纯白色的弹药库呢，是我的粉丝邓玉峰邓同学购买了一台纯白色的海景房，这是一个华硕的弹药库的机箱。这台机器呢，是我的装机员在直播间里边帮机主去装的，所以这个作品就不给大家讲这个走线思路了。我把这台电脑所有的配置呢，以及成本价格和我们的服务费全部给大家打在我的作品里边，大家想要装一个纯白色的弹药库的话，可以参考一下。在这个配置里边呢，我比较喜欢的是这块主板，虽然是华硕的 Primer 大师系列的 Z790-P， 这块主板呢虽然是它的一个盖板，但是装到一个纯白色的搭配里边，这块主板的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同时搭配的是金百达任系列的灯条啊，这个灯条的价格也是比较的哇塞的。风扇呢是采用行家的北极圈，因为以前呢我老是喜欢推这个棱镜的风扇，因为我觉得棱镜的风扇灯珠是比较好看的。自从我看到这个行家的北极圈的风扇的话，我就让我们的客服全部去推这把风扇了。整体装出来的话有棱镜的效果，但是比棱镜更有质感，线条更加的清晰，我觉得这个风扇还是蛮不错的。然后瓦尔基里水冷上的风扇呢，大家看一下，这个机箱它的背部是可以装有三个风扇位的，但是它本身是不能够加汉堡的，所以我们把它原装的瓦尔基里的风扇给它拆出来装到后边了，把这个北极圈的风扇给它装进去，为了是一个统一。我在之前拍的保姆机装机的教程里边的时候，我说把这个风扇给去掉，换成了棱镜的风扇，就有个人说把瓦尔基里的风扇拆掉换成棱镜的破风扇嘛。我说哥们儿，你不要那么屌丝好不好，人家18000的电脑要求机箱里边灯珠统一，怎么了，很过分吗？如果你喜欢瓦尔基里的风扇 OK 可以，你找我去装的时候你全部换成瓦尔基里的风扇没有关系嘛。但是人家的电脑你为什么要指指点点，就你知道瓦尔基里的风扇厉害吗？拿着你那个火柴头大的剑士就捂得丈八长毛一样嘛。人家10000多的电脑灯珠统一一点好看，这叫品味，懂不懂？同样的，机主是依然选择了我留白定制的包网模组线，大家看一下这个包网模组线走出来的线效果还是比较好的，只除了在这个地方，就在这个地方，因为每一个电源它的模组线它都会有一定的线序，它跟前边不是对应的，到这后边的话是稍微有一点扭，我们尽量给它处理干净一点，整体看起来还是非常的不错的。我的装机员个个都是这样的水平啊。那这个模组线呢，在这个前边呢呈现的就是这样的效果，比较的整齐，非常有质感。那这条线的成本呢，一般我们零售的话是300块钱，就普通的机箱，像这种海景房的机箱，我们的零售价是300块钱，核算的成本呢，跟机主去核算的时候核算是270块钱。这个线如果你们仅仅是说就是单纯的就是喜欢这一块或者这一块，那么你在这个某多多上可以买到这个延长线，就是它不是直接从电源接过来的，电源上的模组线你照用，只不过是在这儿的时候它延长了那么一截，也能够保证你在前边是比较好看的。100多块钱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但是留白定制的这个包网模型呢，因为我们是为整机客户负责的，我不希望这个线出什么问题，所以从一开始我们做这个线呢，不管是这个包网的线材，还是这里边插的每一个端子，以及我们画图做出来的这个卡扣，全部都是采用的好的材料。这个线你随便用啊，质保呢就是一辈子，你用不坏。再大家说一点呢，就是因为海景房嘛，它会装很多的风扇，风扇多了之后呢，这个风扇的灯光供电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单靠我们主板上的3伏供电是不足的。正常情况下，如果你们在家自己装机的话，用控制盒就可以，比如说其他的一些水冷它会给你带一部分控制盒，你用控制盒就可以。但是我们呢，为了走线好看的，我们不用控制盒，我们用的是留白定制的一个灯光极限器。这个极限器的原理非常简单，它多了一条SATA供电，也就是你所有的机箱里边的发光元器件全部串联到一块，最终接到我这一条极限器上，极限器上通出来一条线接到主板的3伏上来，保证它可以神光同步，用主板去调节，额外多了一条SATA供电给所有的风扇供电，就不会出现供电不足的情况。大家如果装这种海景房的机箱的话，尽量你们要用控制器啊。如果不用控制器的话，你这个风扇调成全白光，要求这个风扇的灯光电压最高的时候，你就发现它会频闪啊。这个现象有很多人遇到过，也有很多人在后台私信过我。问题呢就出在这里，大家自己装机的时候注意一下。那么这台机器呢是采用留白电脑很重要的一个服务部分，也就是说整机的所有配件我帮机主去代买。我们的拿货渠道呢就是我们河南科技市场，所有的配件所有的品牌他们的省代理。优势之一呢就是拿货价是比较便宜的，优势之二呢就是能够给大家保证它是原封全新正品行货。对应的我们要收取服务费，服务的内容呢也很简单，就是帮你们合理的建议去搭配整机里边所有的配件，然后给到大家当时当天的我们河南科技市场各大省代理给到的所有配件的报价。确定完配置之后呢，我们把这个配件全部调过来，包含了我们装机走线
装系统、打驱动，然后把这台机器全部给你调试好，发到你手里边。同时，整机呢有3年的质保服务以及终身的技术指导。这是我们的服务内容。服务的收费标准呢，就是所有的硬件除显卡之外，我们要折到6个点的利润。显卡的话，由于它的特殊性呢，我们要折到4个点的利润进行去销售。那么这台电脑呢，总价呢是18000块钱，我们留白收取的服务费是在900块钱，900除以8000呢，这是一个标准呢，也就是5个点的服务费用。想要购买整机的，可以去我的淘宝店咨询一下客服，供大家去对比一下。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留白电脑的带装机服务。因为我本人呢就是装机出身，所以我们店铺永远有带装机服务。如果你的电脑是一台普通的电脑的话，装机加上装系统、打驱动、调试的价格是100块钱。如果你的配置里边有这个机箱风扇，装过机的都知道，机箱风扇走线是最难的一步，需要加50块钱。如果有水冷的话，还要加50块钱，总共是200块钱。如果你的机器就是特别顶配，你像这台机器的话，总价已经来到了1-2万左右。要求的话，我们走线比较哇塞、比较精致的情况下，我们的收费标准是300块钱。其实呢，我给大家说一个很现实的例子，就是几乎我没有接过100或者200的单子。如果你们配置是比较普通的话，其实你们在当地的电脑城也能装。配置比较普通的话，走线也没有太大的要求，就是当地的电脑城就可以装。你再发到这儿，让我给你去装机走线的话，还要付邮费，对你们来说是不划算的。所以我们一般接到的订单都是300块钱的。这是留白电脑的第二项服务。那么第三项服务呢，就是看我这个作品呢，给大家截个图，这下边有一个合集。我这个合集的话，就是针对这个弹药库的机箱拍了很多期的保姆机装机走线和插线的视频。大家如果不想让我们进行这个整机的服务，也不想进行带装机服务，大家可以看我这个视频去学习怎么样把这台机器给装起来，怎么样走线走得好看。总之呢，一句话，留白本人呢尽我自己最大的资源和能力去帮助大家，希望大家都有一台属于自己心仪的电脑。同样的，视频的最后呢，还是给大家来几套弹药库纯白色搭配的不同价位段的配置，想要抄作业的小伙伴可以往后看一看。